我们心里头没有怀疑，没有忧虑，没有胡思乱想，一心向往极乐世界，一心希望着阿弥陀佛的解忧。佛很慈悲，佛不妄语，佛点头了，肯定就是那一天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秘诀有没有？可以说有，也可以说没有。不过三桩事情要做到：第一个，这个世界也能放下；还有留恋，有一桩事情留恋，你就去不了，所以没有牵挂。真正相信往生极乐世界这桩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我们不能有丝毫怀疑。信。第二个，愿。愿是我们的愿望，真正想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学习，学成功了，我们才可以代表阿弥陀佛到十方世界，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念佛众生。要有这个愿力帮助你，你会很快圆满。第三个，要行，要真干，不能有丝毫忧虑，不可以有丝毫妄想。我又想去，又舍不得离开此地，这个念头不好，一定要拔除。西方极乐像什么样子，读无量寿经就知道了。无量寿经说的最详细，跟经上说的一样。所以学佛的人很多，成就的人很少。什么原因？他有信有愿，没有行。行是什么？这个世界里面的事情，一切冤亲债主通通放下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心是清净心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完全接受阿弥陀佛慈悲保佑，你就全达到了，往生条件统统具足。这个条件具足，往生的时间就到了，我们想去，这个约定就是成功的，不是虚妄。所以关键是要放下，放下的人最有福报。你不能往生，问题是你的牵挂太多，你的忧虑太多，你的愿望太多，是他障碍你，不让你往生。所以看破放下是我们能不能去往极乐世界真正的条件。看破是什么？这个世界我们看透了，金刚经告诉我，一切法凡所有相
切实虚妄，这就要看破。怎么看破法？我们得找个样子，晚上睡觉睡着了，看破了，跟你讲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是最好的方法，就像熟睡一样。这个时候没有念头，有念头醒过来，醒过来又胡思乱想，醒清醒没有妄想，睡觉没有妄念，只有极乐世界，只有阿弥陀佛，这才管用。三个条件就是有心、有愿、有行，条件具足，一心向往，没有一个不妄想。不要把这个世界上人事物放在心上，它的障碍最大，必须把它统统放下，障碍没有。我们想到哪里就能到哪里，但是所有的地区人间天上都是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，有许多值得你纪念的，有许多不值得放在心上，要分清楚。不应该放在心上，统统放下；应该放在心上，就是心、愿、持念。念佛不要间断，有时间念佛好。念佛是累积我们往生的功德，越多越好。心愿之念必定往生。报声